美式足球雄狮球员将被受训。Ndamukong Suh 上季登场职业联盟，在第一轮新人选拔就被底特律选上。Suh 现在是恶名昭彰的肮脏球员，已创下纪录，在这两年内被判九次个人犯规，也付了$42,000的罚款。今年感恩节，苏被驱除球场，因为他故意踢打对手。苏因会被联盟惩罚，停职至少两场比赛，这将会是每场$82万的代价。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，Get Animated，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。